回来了，我得叫瞅着你。你瞅着还有你妈呢？你伺候俺干嘛呢？从吃从一喝从给你递上。那可没有叫你伺候着吃，那自个儿是一口一口自个儿吃的呀。你可没有叫你买，太过分了。喝俺也没有用你伺候，俺也是自个儿喝的。俺还叫你做什么饭也得了呗？今个的饭是谁送的？我送的。那是我送的，干嘛？你啊？那我炒的菜，哪能这样了？静静的天天吵架，来来看看我妈，天天净给我吵架，回来吵不过三天稀罕，吵过三天立马吵，把你管都歇筋丢了，歇什么筋丢啊？歇的是一点活都没干过，还折腾那样的事儿还不少，还是。跟明儿起早起来，早上起来做饭。咋都开始让我呀？我就天下也跑不停，我跟你说。什么？你该跳就该说要睡，不要过那天上啊。那我就选择跑步。跑步就跑步，你早上起，对不然七点起来吧。妈，你是不是八点回来吃饭？我给你做饭。你是不是真的看我不顺眼？我看你不顺眼，太过分了。爸，亏的我今个还我妈说你的时候，我还想着你呢，真是亏了我了都。亏了你了。你们太过分了。怎么亏了？我妈说你，我还想着你，结果你俩这又上一块儿的了。让俺俩穿条。关键的时刻，关键时刻对吧？你生气。我绝对是捡的来的。那你这也穿不了，叫你过年也疼你都不过年。我还给你捶捶背脸，叫个包叫腿脸。你还等着我姥姥再操我？这玩意儿十年拾不动的，姥姥更嫌脏了。你这人。太过分了，你说的我这成白眼狼了。你给白眼狼差不多。你给白眼狼差不多，你太过分了。老爹打他呀。你爹谁也不理。太过分了，以后我妈说你，我绝对不想着你。行。太过分了，回来吵不过三天就开始吵。我要给你约吵。吵是你找你我吵的，不是我找你吵的。说妈话我不听，我犟嘴对着。那你事儿少点啊。他就事儿够少了，他家就你事儿多。我一个丑娘，这是我的丑娘。嗯，比我丑娘养饿死我呢，你看。你昨天又夸我呀？你夸的我都不瞅不见，你又睡不见，显示我丑娘。不是的，天天。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不能超过三天，超过三天了绝对得吵架。我妈净找事儿，我说你不听，说完你也不听，妈也不敢回来了，往吃饱蹲都。你问问我，这个废贼一样的都。你这不能人身攻击啊！你这算人身攻击，太过分了。我妈就不喜欢我，她天天说我白眼狼。你自个儿说说我哪边、啊？你长这么大锅，谁递过一件衣裳呗？你说一件衣裳没给我递过？谁过？他前回来瞅着你，瞅着你吃了，瞅着一喝。你要天天刁我的，我刁你呗？我给你几个伺候我的机会。忘了你饭，你早递你妈。我跟你说，那你不能事儿多。我不事儿多，你我说你就得听，那时候叫你干就对了。咋？那你不能给我吵架。你不给我吵了，就吵不起来。太过分了。看到没，我吵架其实不会吵，吵也吵不赢。就我妈是，妈你上初中来吧？没有，我妈是小学文化。我一个大专生，我吵架都吵不住我妈。你说我天天多受气，不行，我得走了。走吧，赶紧滚吧，滚，赶紧滚。